另有声还知道我是另。那我们今天啊，它就是大门拖在一起。要倒下没有了，来书本收起来。哦，眼睛闭起来。哦，我先记好位置了。厉害，那这时候解决了、啊。对啊。今天才礼拜一而已呢。昨天才是结婚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